是台湾史上最贵最顶级的泡面，一碗向满汉全席致敬的重磅之作，它的诞生理应是个话题，结果却不如预期。我们决定从台湾上班族最重视的一餐下手，趁着全民吃尾牙的时机，运用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角色小编来创造话题，一场破天荒的尾牙开启了。首先由小编中的帝王颁布圣旨，在社群上广邀众臣来故宫吃尾牙。圣旨一出，立刻在社群引爆话题，众家小编争先恐后留言抢着出席，有幸接旨的小编们无不发文炫耀，网络乡民也纷纷前来凑热闹。全台最炙手可热、自带流量的小编齐聚一堂，出席这场难得的盛宴。扮装直播、打卡、玩游戏，现场瞬间成为社群过招的竞技场。丰盛又美味的满汉御品，当然是犒赏小编的完美佳肴。活动受到热烈的回响，除了成功串联起小编宇宙，更让满汉御品在尾牙季期间成为畅销商品。这场营销活动不仅让满汉御品再度荣登话题的宝座，也让辛苦一整年的小编们享受了一场欢乐的尾牙。